係喺呢個月份嘅裏邊，係啊，就係馬西班月。神話咧係啊，呢度有一個新嘅能力要展現。係啊，嗰個能力咧係叫做人咧所有嘅根嗰個壓制嘅根咧得以突破。係啊，所以神話好多人要被釋放，好多城市要被釋放，進入神嘅同在同埋榮耀裏邊。另外咧係神要打開一啲嘅門户，係啊，好多人咧係要進入去一啲新嘅服事方向，去經歷緊上帝。有好多新嘅事情咧會發生，因為呢個係一個咧突破嘅一個月份，係八月，係一個新嘅啟示同埋突破嘅月份。所以咧人會聽到好多神嘅聲音，以至到咧佢啲路徑咧係喺度咧對齊翻啊，好多人嘅腳步啊路徑要對齊翻，所以咧有好多新嘅事情會出現，同埋咧人好似突然會醒覺過嚟，以至到咧係行喺神嘅心意。行在神的计划里面更加对齐紧天国，所以天国的声音要释放在地上，以致到无论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，他都会有异梦、有异象、有新的声音会看见、会听见。这个是一个马西班月，新的月份的开始。主说这个月份是神的审判，但是也都带着恩典的月份。另一方面也都是我们的家族命运扭转的月份。因为我们家族在过去每一个人有我们血缘的问题，但是主说由这个月开始，我们要更多的去宣告，因为神的扭转的翻转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族。所以我们要为到，特别在这个月为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族的血缘去祷告，宣告神的宝血已经是去完全去洁净、去遮盖。更加重要的就是耶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成就一切，同埋已经叫我们得胜。所以这个继续更多的宣告翻转的月份，同埋更加重要，这个月是一个撒种的月份，不要忘记撒更多的种子。如果你见到有贫穷人的时候，记得为贫穷人施援手。如果你见到有任何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不要去吝啬你的里面的你所拥有的东西，更加要去付出。这个记得撒种的月份，当你怎样去撒种的时候，你就要怎样去收割。好，祝福大家，阿门。在你身上，他的慈爱直到千代，在你家庭和你儿女和他后代直到万代，愿他同在，为你开路，做你后盾，在你左右四面环绕，在你里面他不离开，与你同在，或在清晨，或在夜里，或是你宿，或是你入，或是流泪，或是欢喜，他帮助你，他帮助你。